好，首先感谢各位观众今天到场聆听我们的表演哈。那相信大家听到这边也觉得，虽然很精彩，但也其实也蛮累的。但是我必须跟大家抱歉，因为他们不会累，所以他们还要吹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现在帮大家再来一个安可曲，谢谢。